那些穿红甲的是什么人？怎么他们一吹号子，街上人都走光了？那些是赤发鬼的亲兵，不打仗的时候要宵禁，过了酉时他们就会跑出来吹号子，天一黑街上不准有人。那有人会怎么样？会没命呗。不好，太阳，太阳，我忘了时辰了。血脉喷张，欲罢不能的超轻动作电影，让你肾上腺素急速飙升。 SVI Cloud 看细胞剧买小云，就是要高清。